那几乎让我们世界总会的人大失所望。好了，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跟李嫣我矣，仁者见仁不见智，智者见智不见仁，各发高见。有的人义愤填膺，热血沸腾，觉得自然医学怎么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子走下去还是要偏，这样走下去还是西方医学的那个金钟罩，还是没有脱离。今天不是要脱离史，后来好，林家鲁林教授，然后这个我现在是跟你们闲话家常，了解一下一些史目。林家鲁林教授还有南华大学的这些人，你在广州山上一查都是有名有好的人。从这个吕应忠林教授，吕教授的第一本跟自然学比较有关系，跟主流有关系的，就是我的主流不见，自然上风出版社出版。我们三个人有一天，你就在国父纪念馆周遭回来说，好了，既然我们对南华大学觉得人家好像做得不是很周到，那怎么办？我们就认为，既然我们都是在自然学里面在努力的每一份子，我们不应该有文服之见了，那怎么办呢？站在总会的立场，但是我就希望说，能不能为他们整理出一个大纲，自然学的大纲，或者把自然学的相关教材把它编排出来。这个时候谁有用就叫个谁，学术是中立中肯的，学术是没有立场，学术是超乎学派的，哎，这很好的理念。因此呢，我们三个人，李云松、林家鲁还有在下，我们喝了杯咖啡，好，捡起袖子来干活。所以就在应该算下来是八年前就创办了中华自然医学教育学会。那我讲到这里呢，是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的形成，一个观念的转变不是很容易的，一个新的思维要在过去的一个基础上要能够突出，动辄几十年，长则300年。那大家说我们只不过数十寒暑，我们干这种蠢事干什么呢？要告诉各位，这个社会上总是要有几个蠢蛋做点蠢事。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么我就跟各位讲，我们学会成立的第一个主张，我的方也很简单，我就是说请各位老师各位专家，请大家写一下，我们今天既然叫中华自然医学，请各位写一篇我心目中的中华自然医学。也就是说，你对中华自然学或者对自然学你认为它是什么，你怎么表达。那同样的道理我要再问在座的各位，我们上了那么多课，我们走在这边走了那么久，请问你什么叫自然学？或者既然你谈中华自然学，什么叫做中华自然学？能不能三言两语讲清楚？能不能在2分钟内就讲清楚？或者能不能写一篇申论文，几千字上万字都可以，可长可短，可不可以？如果你很笃定，你说可以，了不起。如果你想好像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同样道理在我们学会里，十个老师几乎会讲出十个样子来。这就是告诉各位，学界医界的现况，大原则真的叫做仁者见仁不见智，智者见智不见仁，这就是现况。不只是说中医界、西医界、自然学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医有中医的问题，西医有西医的问题，但是他们是两个有系统的、有结构的
管理对他满意还是不满意。医学这个东西不会因为某一个医院某一个医生他的职业有问题而去我们往往来就会一片盖全。比方说有的人说针灸哪里可以治病，这就不对了。你说针灸真的可以治病吗？也不一定啊，因人而异啊。有学艺不精的蒙古大夫啊，哎，说到蒙古大夫不好意思啊，拿来叫蒙古开玩笑。那也有很专精的，像我们国内懂年龄懂意思，几乎手到病除，什么疑难杂症大家都没办法的，到了他手上，同样都是医生，一个医生因他的学业不同，阅历不同，临床经验不同，他治病是不同的。所以我用这样来形容，西医是一幅油画，中医呢是一幅国画，两幅都是画，它已经定型，要改变是有些困难，但是可以改变。我比较不主张革命，革命太严重，学术的改变是观念的改变，观念的改变第一，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民主制度，民主的素养在全世界也都慢慢成型，很多事情是可以沟通的。还有一个，在观念不相同的时候，彼此是可以被尊重的。所以最近我在国立教育电台张小英的节目，我认为前大陆总书记胡锦涛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做了一件意义兴邦的事，只说了两个字，叫做和谐。那有的人就问我说，那是统战手段了，那是什么呢？各位先不要重复面试，请大家记住计划，缓话重复三遍会变真话。如果一个意识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它会内化，到时候也会弄假成真。我们今天动辄就革命，动辄就革命，所以火药味很重，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就这个意思。就是我是李芬的时候，你又不听我讲话，秀才一到兵油烟讲不清，那怎么办？兵戎相见，这是人类的本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生了10000多次的大型战争，死亡的人超过30亿，这是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在我的书里面写，为癌细胞平凡里面，如果要说我们身上有癌细胞，我们人类似乎在扮演这个生态的癌细胞，这个我们要反省。所以从最大的原则上我们看下来，我家里半天就开场白就说，为什么我今天要在这边，你看我们今天何其有幸能够动用政府的资源，市议会的朋友支持我们，让我们来到这边，虽然人几个用了那么好的场地，你看这个音响多棒啊！我们有没有这一些条件？这里呢我就跟各位报告，我这几天一直对这几句话还有感受。就是昨天我还发给欧阳琼会长，我告诉他这都是网络上传的，它的出处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你不能决定气候，你可以转换心情，你不能决定容貌，你可以微笑，你不能改变别人，你可以改变自己。自内的话是很多的，那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这个看也不顺眼，那个看也不顺眼，见不我们有意见，它这个里面它也是对错参半，它有对的地方，它有不足的地方，当然也有错误的地方，重点这也怎么改进。所以改革是需要的。所以你们看每一个总统每一个候选人一上台就讲寸劲寸劲，改革改革改革，当然不敢乱谈革命，但是又有个问题，改革呢总是一个指头指向别人，三个指头指向自己，看不到，都是要去改别人，就是我是李芬，所以我非改你不可。其实他只是柔性一点的革命，
这是有问题。我们在自然学里面，我们必须要知己知彼，然后呢还得什么？知天知地，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别人在想什么，别人对在哪里，别人错在哪里。就算有错，就是警惕我们自己。所以谈到中华自然学，我倒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人文的素养。